thank you 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的黄瑞杰老师。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全球运筹管理第七讲，企业的物流活动。现场当中，我们请到了梁义宏梁老师来一起跟我们讨论这个单元。各位大家好，我是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的气管系老师梁义宏。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七讲来说的话，我们讲授的重点包括了呃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了解订单的流程、处理跟传输的方法。第二个重点是熟悉进货、入库跟盘点的作业。第三个重点是明白拣货作业跟理货加工的部分。第四个重点是认识出货、退货跟补货的作业。第五个部分是月库作业的了解。 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企业的物流活动。在中华民国物流协会对于物流的定义为：物流 （logistic） 是一种物实体的流通活动的行为。在流通过程当中，透过管理的程序，有效的结合运输、仓储、装卸、包装、流通加工跟。 资讯等等相关物流机能性的活动，来创造价值，满足顾客的社会需求。另外呢，物流的管理来说的话，也被定义为为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以有效率的方式，将商品从开始的原料到最后的客户端所进行一系列的计划、执行跟管控的程序。接着下来。 我们请梁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什么是国际的物流。好的，所谓的国际物流，它指的是关于两个国家以上的物流活动，就通称为国际物流。基本上呢，它又可以区分成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这三种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这三种形式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先从订单的处理流程跟各位解说起。所谓订单的处理流程，它主要包含五个部分。第一个，订单准备。所谓的订单准备，指的是收集所需要产品或服务的必要信息，以及正式提出购买要求的各项活动。第二个是有关于订单的传输。接收了前面的订单之后，我们得要。 传输到相关应的部门。那有关于订单传输，又可以分为人工的方式跟电子的方式。第三个部分指的是订单的登录。什么是订单的登录呢？它指的是说，实际履行前要履行在订单前所需要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包含的有核对订到订货讯息的准确性，比方说。 包含了这个商品的名称，还有它的编号、数量、价格等等。第二项是要检查所需要的商品是不是有错误。第三项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要准备好补交货订单或者取消订单的相关文件。第四个要审核客户的信用，以备客户如果他要跟我们赊账，也就是说我们有应收账款的时候呢，我们要审核这个客户有多少的额度可以让他有。 用贷款的方式跟我们购货。第五个是保留订单的资料。第六个是开立账单。接下来第四点是有关于订单的履行。订单的履行呢，它主要是由实体货品相关的活动所组成，主要包含有：第一点，提取存货或购入客户所订购的货品；第二个，对货品进行运输包装；第三个。 安排这些货品的出货事宜。第四个要准备运输的单证。第五点是有关于订单的追踪。在前面啊各个程序都完备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向客户说明订单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要追踪目前货物交付的过程是在哪个阶段，来确保整个优质的服务品质。在这个订单追踪部分呢，主要包含了。 有两大点，第一点是在整个订单运转过程当中要追踪订单，第二个是要向客户说明订单处理的进度，还有货物交付时间等相关讯息。那至于订单的处理方式，我们请黄老师继续跟我们做说明。有关于订单的处理方式呢，可以分为传统的跟电子化，也就是 EDI 这两种。 在传统的订单的处理方式，它的流程是厂商铺货，到厂商的进货，以及次日的送货。然后接着下来是口头的电话的口头订货，到邮局订货，到传真订货，到零售商的自行的取货。而电子化的订单的处理流程，它的方式是从离线到连线，到分散式，到电脑的网络。 到加值型的网络到网际网络的整个流程。接着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订货的方式有哪几种。再由这个企业内部的电子订货来说的话，它的流程是从分公司或者是分店到总公司先行开始之后，再发展到企业之间的电子订货。这里面当中也应用了 EDI 以及 VAN。 以及 Internet 等等的相关的技术，有关于传统的订单的处理跟电子化的表单的部分，它的处理的比较呢？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一番的解释。好的，呃，经过黄老师上面有关于呃相关讯息的整理之后呢，我们把有关于传统订单跟电子订单的一个比较方式，我们列表呈下面这个表，我们来看看他们当中有哪些差别。 首先，在供应链策略部分呢，传统订单的旅行是用推式的，也就是说，要从客户下订单之后呢，我们再往下各个流程继续走下去。那至于电子化订单旅行呢，那就会有一个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可以推式跟拉式。这个代表是说，当我们接收到客户的讯息，我们有所不明了，或者是我们可以再建议客户多订哪一些货品。 来完整整个服务流程，所以呢，在供应链策略它就是一个交互作用，包含了推式跟拉式。第二个比较方式呢，是有关于货件部分。所谓货件部分呢，呃，指的是说，在传统订单呢，我们要接受大量订单这样子才划得来，要不然呢，在一来一往耗费了太多人工作业时间。相反的，在电子化订单履行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小降小件、少批量的方式来乘坐。 甚至于可以适应客户的不同的需求，量身打造适的适合这个客户的需求的一些相关物品。第三个比较点是在所谓的逆物流部分，逆物流部分呢，它指的是说，假设今天客户面对我们送出去的这个货品呢，他觉得哪些不啊，就是它品相不符合或规格不符合的情况之下呢，他如何把这些货品退回给我们？好，但是在传统订单的履行呢，它比较适合是。 退回的这个地这个部分呢，是占业绩的小部分，要不然会耗费太多的人工人力成本。好，这样子就呃不敷所需。好，可是，在电子化订单履行部分呢，因为呢啊它相对呢，就像刚前面提到的，可以少批量量身定做。好，所以在逆物流部分会有比较多的哈，就是处理的一个流程，而且比较细致一点。至于第四项配送目的地部分呢，因为 传统订单它只能够接受少数大量的啊这种订货的方式处理，所以呢，它配送目的地呢是相对比较少的，好像少数商店或者是像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干妈点的处理方式。可是呢，如果在电子化订单旅行部分呢，可以适合大量区域性或者是用分散顾客流的方式来乘坐。 那至于进货作业，我们接下来再请黄老师继续给我们做解说。好，谢谢梁老师，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谢谢梁老师刚刚帮我们做了传统跟电子化的一个解释跟比较。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进货的作业。什么是进货的作业呢？ 这个进货作业是经由物流中心将订单处理之后，上游的供应商将商品进货到物流中心，并且由物流中心人员进行进货的检验，也就是 IQC 的作业。等到检验流程完成之后，再将货品送入到物流中心的一个仓库。那有关于说，呃，进货的方式呢？对于物流中心来说的话。 它依照客户的属性跟需求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进货的方式。这里面当中主要可以分为啊，第一大类是直接的进货，第二种呢是间接的进货。什么是直接的进货呢？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直接进货的解释。好的，有关于直接进货跟间接进货，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说，当货品。 它直接可以从供应商最上游的地方到最下游，或者是想终端消费者当中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可以称为叫做直接进货。我们接下来看投影片的说明。 在直接部进货部分呢，它指的就是物流中心的上游供应商直接将货品送到物流中心，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终端的消费者，这当中比较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中介哦，中介物体或中介商之类的，或者是由物流中心派车将货品取回物流中心，但是并没有进行多个供应商它的货货品的汇集作业。相对的，直接进货呢，它有某些特点，我们来继续为各位说明。 首先，第一点是它的货品主要是由单一的供应商来提供。第二个呢，它订单的货品的数量比较多。第三个，物流中心跟上游客户间具有长期的契约合作关系。第四个呢，是货品的储运如果有温度条件限制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很多生鲜食品，那么在这个生鲜食品的处理上面呢，就必须要用使用控温度控制的设备车辆来加以运送。 那么这些都是直接进货的特点。那至于间接进货呢？它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可能从最上游的供应商到最下游的终端使用者当中，有很多啊很多中介界面，或者是很多中间商介入处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关于间接进货的相关的一些特点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间接进货的一些定义。 当物流中心的上游供应商，比方说像是一般宅配客户、小型的供应商，他会将货品呢先送到物流中心，在各个地方的营业所或者是服务站，比方说像一般便利商店它的门市来收件。等到货品汇集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在某一个固定时间点之后呢，再将货品统一送到各个物流中心，或者是由物流中心派车子取回。 但是呢，这并不是将上游供应商的商品直接直接把它吸送到物流中心。那至于间接进货的相关特点呢，它一样有四个点。好，第一点是在货品的部分呢，它的供应来源比较多哦，所以就是有比较多的供应商的意思。第二点指的是订单的货品的数量相对较少。第三个是有关于。 通常呢都是属于不是契约合作关系客户，好，我们可以说是类似散户，好，不是长期的合作关系。第四点呢是有关于如果这个货品呢它一样在除运有温度条件限制的时候呢，它也需要特特别的车辆来运送。只不过在间接进货部分呢，它会先把货品先送到各个地方的服务站或者营业所，等待汇集之后呢，再使用温控设备进行储存。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温度控制设备的车辆运送到物流中心。好，那么以上呢是有关于进货的说明。那至于有入库作业，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黄老师。谢谢梁老师刚刚帮我们解释了一下直接进货跟间接进货的一个要点。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入库作业的部分。什么是入库作业呢？就是将想要出货的货品先予以保存。 然后呢，并进行库存货品的品质管制相关的作业，例如像盘点的作业，而入库作业应该注意的要点包括了三点：第一点是空间的运用跟相关货品的储位的安排；第二个重点呢是库存品在仓储内的品质跟数量的控制；第三个要点是厨位的资讯的一个记录。那有关于说。 入库作业的一个流程的说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关于说入库作业的流程的部分呢，这个货品进货检验之后，如果货品的项目、数量以及品质等等跟进货验收单比对之后都相符合的时候，则进行货品的签收作业，并且将进货资料予以文件化或者是资讯化。 来交付给仓管人员，输入到仓库的一个管理系统，或者是以人工的方式列印表单，或者是产生货品在物流当中的中心内部流通用的一个标签。而这个标签呢，这个类型包括了一般的标签、条码，也就是八扣，或者是无线射频的辨识的标签 RFID 的 Tag。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 盘点作业的一个说明。好的，为什么需要盘点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账上面所预留这个物品的数量，可能会跟现场实际上物品的数量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多，有可能是少。因此，我们在整个实物的作业链部分要加入盘点的作业。那至于有关于盘点相关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内容。首先。 我们刚刚提到说，呃，盘点呢，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迁，物流中心仓库内的货品，它的实际存量可能跟会计账面存量会有所差异。它可能的原因，也也许是因为人为或者是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这些存货数量会发生短少或者是争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就必须要靠着盘点来弥补当中的一些差距，以便呢掌握更精确的存货。 一些相关的资讯。那盘点作业，它主要的好处在于，如果你今天有完整的盘点作业制度的话，那么就可以保证说每次盘点结果的准确性，而且可以避免因为盘点所造成的业务暂停、减少损失，还有高额盘点费用等相关的问题。那至于如何选择盘点的方式呢？它主要重要的依据有底下这几点。第一个呢，是有关于。 循环盘点，第二个是年终正式盘点，第三个是异动除尾盘点，第四个是随机性盘点，这四大类，它的差别在于说，呃，第一个是定期性的，第二个是随机性的，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不是有必要啊随、哦、时的抽点之类的一些问题所在。那至于说啊、呃、在检货作业部分呢，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黄老师。好的。 有关于说拣货的作业呢，我们的说明如下：有关于说物流中心呢，根据客户订单的内容，将货品从仓库的储存货架当中取出之后，以便进行商品的加工或者是出货。它所花费的时间约占整个物流作业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拣货区域的规划、产品呢摆放的位置规划。 以及拣货的方式都跟拣货的作业效率有很大的关联，因此呢，拣货作业是物流中心整体营运绩效优劣的一个指标作业，而且往往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空间。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讨论一下拣货作业的相关的说明。 刚刚讨论到拣货作业，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在拣货作业当中，订单当中的商品的数量大小，可以把拣货的方式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订单式的拣货，第二大类是批次式的拣货，第三大类是混合式的拣货。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订单式拣货的一个说明。好的。 什么是订单式的拣货呢？顾名思义，它指的是说，呃，它叫做摘取式的拣货，是因为客户他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客户他的订单、他的订购内容如果有所差别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用一张订单来当做单位，进行对应品项的拣货作业。拣货作业呢，它的前置时间比较短，可是后续作业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在拣货区跟货品的存放区，它是可以同时共用的。 它的缺点是因为每一次检检只有检单张的这个订单来检货，而且呢，它总行走距离也会比较长，所以摘取式的拣货就是订单式的拣货，它适用于在订单间的品相差异比较大、数量少的这种订单方式。至于第二项，我们叫做批次式的拣货，它又称为播种式的拣货，它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拣货流程比较复杂。首先呢。 必须要将某一个数量的订单先汇整为一批次的订单，再就不同货品品项减取该批次订单内各个品项的总量。等到完成总量减取之后呢，再针对这个批次订单所减取的各个品项，按个别拣货单进行分类，并且依照各拣货单所需要的品项跟数量来进行分配。 而这种拣货方式是适用于订单品项的相似度，还有数量大，或者是前置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订单会比较适合。至于第三种，我们叫做混合式的拣货。什么是混合式的拣货呢？它指的是先将客户订单的订购品项分类，再根据不同的订单内容决定不同的拣货方式。比方说，某一些部分品项先按照订单别来拣货进行。 剩下的再采取批次式拣货，最后呢再进行订单的合流。因为同时拥有订单式拣货跟批次拣货的相的一些特色，所以如果能够针对不同特色的订单来采取适当的拣货方式呢，就可以获得最佳的效果。那至于有关于拣货的流程，我们再请黄老师继续给我们做说明。好的，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拣货的流程。 拣货的流程跟设备它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流程的说明如下：第一个是各样的订单是由物流公司经过电脑会诊统计之后，再根据订单的整理拣货的资讯，例如说像品项、数量、料价的位置，并产生拣货单，或者是书面跟电子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流程是。 等到拣货的资讯确认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拣货。依照物流中心现有的设备跟拣货的流程，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人工的拣货，第二大类是半自动的拣货，第三大类是全自动的拣货。三大类。第三个流程是拣货完毕之后，可以将拣货的品相。 依照订单内容置于物流箱当中，它可以直接出货，或者是经由理货的加工之后再入库保存。接着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理货的加工。我们把时间交给梁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理货的加工。好的，什么叫做理货加工呢？我们从字面上来解读，顾名思义，“理货”这两个字指的是整理货品。 加工指的是说有一些需要再重新整理的，再多增加某些工时工作。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基本的定义。在物流中心的理货加工作业呢，它主要是在进行简易的加工活动，比方说贴贴标签啊，或者是加以包装，或者是将损伤或者是过期的这些货品进行修复，使得这些货品呢能够拥有销售价值等活动。那么在物流中心主要的理货。 加工作业包含的这三项，第一项叫做贴标签作业，第二项呢叫做包装作业，第三项呢是产品修复作业，这三项主要作业。那完成了理货加工之后呢，接下来是有关于出货的部分，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黄老师。好的，有关于出货的作业来说的话，我们呢，呃，我们说明如下：是由物流中心想要将 出货的货品装车之后，再送给客户。目前物流中心为了提高客户的一个服务品质，通常会提供及时的一个查询系统，而客户也因此能够更迅速的知道货品的及时动态，以便呢掌握到及时的一个状况。而根据不同的客户的关系，以及呢订货订单的货品的类别。 而有不同的一个出货方式，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做专车的配送，第二大类叫做共同的配送。有关于专车的配送，我们接着下来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解释。好，所谓专车配配送呢，主要是说需要配送的这些订单呢，通常可能是客户特别需求或量身打造的，所以相对来说必须要有专车。 来配送。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需要专车配送的订单呢，通常是跟我们有长期契约关系的客户，或者是大批量的货品，而且通常是单一目的地。如果订单中的货品需要有温度限制，那么就必须要使用具有温度控制设备的车辆，比方说像大家所熟知的大荣货运呢，它负责配送家乐福的冰品等等。那至于共同配送呢，它的配送的订单。 就不像前面一样是大批量的，它通常是小批量或者是需要宅配的业务，配送的目的地通常比较多。如果订单的货品有温度限制的话，当然也会使用具有温度控制设备的车辆。好，那么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整个送货的一些流程。那至于如果送到客户那边，对于某些商品客户不满意的话，那就会有所谓的退货作业。那至于退货作业呢，我们再请黄老师为我们说明。 好的，有关于说退货的作业呢，我们先说明如下：物流中心的获利来源主要是增加货品的附加价值，但是它面对下游客户的时候，往往会有滞销品或者是瑕疵品等等的一个退货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的退货作业呢，隐含了不少的企业损失，也隐含了物流中心内部的作业问题。退货作业呢，所引发的。 逆物流的一个发生地点、时间、数量，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加上过量的生产以及环保的考量，它所造成的一个浪费其实是相当的大。那有关于说，呃，退货流程呢，又可以是退货的一个对象跟处理的流程，可以分为以下的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下游客户退货给物流中心这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 物流中心重新出货给下游的客户。有关于说，呃，退货的商品来说的话，大概有三种的处理方式。接着下来，我们请梁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解释。好的。至于退货这三种方式呢，我们可以从数量的，还有数量，还有一些啊、呃、部分有瑕疵的相关的商品的处理方式一一做说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 假设商品是因为数量不符合下游客户订单的需求的话，或者是送错商品而遭退货，由于商品本身并没有瑕疵，因此呢，可以在将这些商品检验完之后呢，再完成入库作业。第二点是，假设这些商品是有部分瑕疵，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全面检验，把一些劣质品跟良品呢来去区分。 良品可以重新入库，但是劣质品呢，就必须要加以销毁，或者是维修，甚至可以较低的价格重新出售。那么，假设这些商品是过期不符合规定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商品的本质是不是有损坏，再决定后续的处理方式。假设商品本质是损坏的话，那就要直接销毁；如果商品它的品质不变的话，可以在经过某些理货加工的程序来重新入库。 那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补货作业，再把时间交还给黄老师。好的，接着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补货作业。当存货不足，或者是根据订单来拣货时候，发现作业区的存货不足，而进行相关的补货资讯处理，以向上游供应商要求进货到仓库或者是拣货作业区。接着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月库的作业。月库作业的特色呢，是物流中心。 不提供商品的存仓储的服务，而仅利用物流中心的暂存区进行商品的整合、分类跟理货的加工。今天因为时间的因素，我们说明到此，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